我们成团快十年以来第一次站上北流，谢谢大家。有一种小确幸的感觉啊。一般来讲我们应该是不可能开这个这么大的场地，所以很感谢大家今天来捧场我们。如果你们是有之前就 follow 过傻吉白痴的朋友，应该是知道我们发了三张专辑，对。然后我们在去年底发了第三张专辑《姿态》，然后希望大家也可以在那个 Spotify 上，就是各种串流上听我们的专辑，然后也欢迎你们 follow 我们的 Instagram。然后，但是可能现场也有很多一部分人，我在讲说，就是有一部分人是听我们第一张专辑认识我们的。然后，维珍可以介绍一下下一首歌。对，接下来要带来我们的下一首歌，凌晨五点十分，谢谢。今天又到哪儿红，闹钟还没响，不神急迫的忧伤，一成不变的日子与期望。
爱是什么呀？一生这么长，成长后不见。